季节将进入一月，冬季的山区分层下降，近来未山乡的太平云梯以及碧湖地形，云海是一波接一波，非常的美丽，带大家做回来欣赏。季节进入一月，冬季的山区分层下降，旅客进入太平云梯，看到一丁丁波动的云海，飘动在海拔1000公尺的云端，透过云的空旁。纵观的太平云梯被一丁丁云披上云纱，飘渺太平云梯显出云端坚固美丽。离碧湖观光地园位在梅山乡碧湖村，海拔1000到1200公尺之间，隔着西摩丘溪溪流河谷，向东会用看到水利太兴水丰地区的山峰。近年来，云海一波波来涌进碧湖观光地园，云亭缭绕，景象变化万千。每年的一月、二月之间，常常有壮阔的云海出现。这个景观台设有凉亭和停车场，方便游客使用，也欢迎碧湖地园的景观更是秀丽，环绕着山头的云海，成为当地观赏日出的最佳地点。世新新闻蔡明堂梅山乡采访报道。